なんてすっごいにゃん。すごいにゃん。頭の良さにキュンキュンしそうだにゃん。キュンキュン。聪明乃在迷走迷倒了喵。マジで？困ったな。うへうへ。最后两声笑声蛮好笑的。哎嘿哎嘿。这个蠢蛋笑到嘴巴都合不拢了。フェイリスはタイムマシンに乗って時間旅行するのが夢なのにゃ。可以坐啦，会变成焦焦人而已，不行啊，坐进去只会变成焦焦人。僕がいつか連れてってあげるよ。已经沦陷了，怎么办？达鲁沦陷的速度太快了。ダル、やつ受けするな。对啊。哎呦，过来跟我们讲。昔から疑問だったんやけど、時間ってどんなものなのかにゃ。时间就是一种东西。何？よく時間を川に例えて、過去から未来に向かって流れてるとか言うにゃ。时间就是另外一个象限嘛，对不对？でも本当にそうなのかにゃ。そうだね、喵喵。もし川の流れだとして、過去と未来に挟まれた現在はどこにあるのにゃ。それは点なのか線なのか。そもそもどこからどこまでが現在なのにゃ。哦哟，现在进行式，所以是现在是会移动的，好不好啊？我这样跟你解释好了。漠然とイメージはあるけど、真面目に考えたことはないな。啊，对啊，从来没想过什么叫时间。現在は川の上に浮かぶ葉っぱだ。それは過去から未来へと流れに沿って動いていく。哎呦，这个解释。好像有解释，又好像没解释，有没有？そんじゃ、その葉っぱにすべての人間が乗ってるって考えればいいのかにゃ。死んだら葉っぱから落ちるってことになるのにゃ。死掉的话就掉下去。そういうことだろう。可以这么说。その葉っぱのある地点より川の上流は過去、下流が未来と定義できる。啊，上游就是过去，下游就是未来。我们正往未来前进。怎么了吗？その葉っぱは人間にとっての現在。这树叶对人类而言的现在。というと？什么意思？人間が時間に単位を作って観測してるから、葉っぱは現在だってわかるにゃ。けど、例えば全宇宙すべての生き物が絶滅しちゃった世界だと。現在を観測できる存在がいなくなっちゃうと思うのにゃ。没有生物可以观察到现在。哎，没错啊，就没有人可以观察到现在啊，因为所有人都死了，所以就没有人观察，这不是很正常的吗？その場合、どこが現在になるのにゃ？现在就是没有人观察，可是现在还在跑啊，树叶还在跑，只是上面没有人。観測するんじゃね？じゃあもしその神様が四次元的存在だとしたら。過去にも未来にも自由に行けることになるにゃ。よよよ、它是一种四次元的存在。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四次元。不是拿出这个，看一下四次元。四次元，尺子的四次元，意思在长度、宽度、深度来表现的三次元空间上加下了时间作为四次元的东西哦，所以四次元就叫这个。不过最近有出那种4D 电影，就不是指这个东西了啦，虽然也是四次元。你们应该有听过什么叫4D 电影吧？就是你除了可以看到画面有 3D 效果之外，它的那个椅子会动，有没有？它的椅子会随着什么撞，像可能说太空梭撞到陆地上啊，那个就会哦，椅子就会摇一下，摇摇摇摇摇哦，那个被子弹打一下就会摇摇摇摇摇摇摇。不晓得在摇什么鬼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体验一下4D 电影。怎么了？その神様の現在が基準になるなら、フェイリスたちの現在も過去方向に行ったり未来方向に行ったりしないとおかしいにゃ。おかしいにゃ。哪里奇怪了？むむむ。むむむ。つまり、現在は観測者の主観に委ねられる。と言いたいのか？哦，现在受观测者的主观意识影响，所以哦，所以如果你会穿越四次元，那个现在就已经改变了。もしそうなら、
過去と未来も主観次第になっちゃうにゃ。もしタイムマシンでフェイリスが1週間前にタイムトラベルしたとしたら、キョウマやダルニャンの現在とフェイリスの現在は1週間ずれちゃうにゃ。現在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定义不是吗？讲日期可能会就是会比较准确一点啦、啊、我觉得现在他们讲的现在这个说法是相对的定义啊，就是现在过去未来是相对的定义，那绝对的定义就是那个就是讲今天是几号，明天是几号，后天是几号这样子。就像坐标就像位置啊，方位有相对位置，像台湾就在那个什么大那个什么中国的旁边，哎、欸、就在香港的旁边，就在什么日本的下面，就这样，台湾就是相对位置是这样子。那绝对位置的话就要讲经纬度，就叫绝对位置，哎、欸、这样大家懂了吗？そういえばそうだな。虽然如此。だとしたらそのずれは。这个女人好烦。宝宝だとどうやって表現するのにゃ？什么？这样子的差距，刚刚的叶子要怎么比喻？你就在另外一片叶子上吗？就这么比喻而已。达鲁跟我回答都回答不出来。这跟非什么红利期说的因果定律的瓦解大概是一样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出来的问题。哦，也就是说，要透过时光机来做时光旅行，还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啊。实际上，但是事实上 ，Siren 已经成功将物体送到1921年的世界，虽然都胶状化了。そもそも観測者の主観に委ねられるなら、時計は関係なくなっちゃうのにゃ。受观测者影响，那我们就不需要时钟这种东西，还是需要啊，因为时间一直在跑啊，时间一直在往未来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啊，不管你有没有回到过去，对不对？楽しい時間は早く過ぎるし、辛い時は時間が過ぎるのが遅く感じるにゃ。つまり主観だと時間の流れは変動しちゃうにゃ。時間の流速是没有一定的。我觉得時間の流速有一定。那可是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这是感受者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好像我记得这一句话好像是相对论的那个在解释相对论很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时间。反正有空的话，你们可以很常听到这句话。時間の流れって早くなって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よな。年纪越大，过的时间就越来越快呢。实际上没有了。假内の法則だな。假内的法则，假内心理学家假内所提倡的一种对时间经过流速的看法，它说明了为什么一个人年纪越大会觉得时间过得越快。例如对于刚满七岁的孩子来说，一年对他来讲是人生中的七分之一，对70岁来的人来说，一年只不过是人生中的70分之一，才会造成这样的差异。在这种想法，时间流速的主观感觉与年纪成反比，所以年纪越小你会觉得流速越慢啊，因为我人生才过几年而已嘛，对不对啊？这就是假内的法则。とまあ、フェイリスはたまにそんなことを考えてるのにゃ。だから安易に時間を川の流れに例えるのはちょっと違うような気がするのにゃ。流水好像不太确定，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河水也有分支啊。考えれば考えるほど。こんがらがってきた罠。越想越混乱呢。关于时间的严密定义，就跟心是什么一样，心是什么，就跟爱是什么一样，是不是啊？这个问题一样，是人类一直以来讨论的议题。自古至今，有这么多的知名学者都解不出来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是不可能解答出来的。咦，物理课，所以。何必呢？我说的时间就是时间。怎么？轮太郎又在鬼叫了。喵喵。案ずるな。俺たちが開発するタイムマシンは、そういう哲学的であったり、物理学的考察など関係なく、時空跳躍を可能にしてしまうのだ。そうだな、ダル。这句话好，这句话很屌啊！我们开发出来的时光机，即便不懂这些问题，依然可以用，没有问题 ，no problem。
そうそう、そう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こと？にゃー、開き直っちゃったにゃ。放弃思考了。为什么你要放弃治疗？でも、ダルニャンたちの作ったタイムマシン、フェイリスも使ってみたいにゃ。ダメかにゃ。可不可以？まあ、僕の権限なら、フェイリスさんにも使わせてあげなくもないよ。我的权利可以让菲利斯使用。菲利斯。菲利斯。约定好喽。结果。ダル。ダル。勝手なことをほざくな。伦太郎不同意吗？结果还不是会用。菲利斯高兴的跳来跳去，最后抱住了达鲁巨大的身体。就只是这样，达鲁的表情完全恍惚，简直像升天了一样。升天了，得到升天了。在 May Queen 混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之后我跟达鲁分开，回到研究所。哟，马尤里一个人在做 cos 服，应该会吧？看一下。今お前の姿はまるで内職で夜鍋しているようだぞ。简直就是江地主妇在家兼职，彻夜缝东西。夜鍋って何？夜にお鍋を食べるの？怎么你不知道彻夜叫什么？彻夜就是整夜、整晚。OK， 真是受不了这个笨蛋バカ。ちなみにね、マユシーはコスでお金は取らない主義なのです。不会依靠 cos 赚钱呢？哟。看来他知道坚持这个单字的意思，可是不知道彻夜是什么。没有，不过我只是随便说说，没有特别的意思。趣味は趣味のままがいいもん。それにね、自分の作ったコスを誰かに着てもらうだけで幸せなんだ。なんだ？依靠兴趣赚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我觉得啦。兴趣只是兴趣，我觉得如果呢兴趣能赚钱哦，这真的是世界上太棒的工作。将来は服飾デザイナーにでもなるのか？将来想当服装设计师吗？仔细想想，我从来不可曾跟马尤里讨论过此话题。それは無理だよ。無理だよ。为什么？だったら将来の夢は何だ？你的将来的梦想是什么？ちなみに俺は世界の支配構造を打ち崩すことだ。打败世界支配的结构，烂透了哦，中二病。那。不会马尤里就是想说做做谁的新娘之类的吧？马尤里はとりあえずね、このラボでのんびりやっていきたいな。每天开心的过日子，什么东西啊？生涯ラボメン宣言か？一辈子当ラボメン。志の高さは買うが、このラボは採算度外視なのだ。飯は食っていけないぞ。会没钱吃饭的，要怎么办？ラボメン6人になったね。こんなに増えるなんてね、マユシーは思ってもなかったよ。ラボメン变6个人了，所以嘞，你就要一直待ラボメン然后饿死吗？忽然变话题了。而且不知为何，他似乎很得意的ラボメン2022。マユシーが人質になった甲斐があったかも。当得很有价值。いいな、你开心就好。断じていいなだ。我がラボに集った者たちは全員、この俺の策略により、まんまとラボ面にさせられた連中に過ぎないのだからな。被我骗进研究所。我怎么觉得是相反？我觉得是所有ラボ面的人都利用了那个时光机，然后加入ラボ面。就是说，我想要时光机啊，可是要用时光机的只有ラボ面可以用哦。啊，好吧，那我就加入ラボ面啊，就是为了用时光机。そういう言い方は良くないと思うな。それにね、マユシはまんまとさせられてないよ。マユシ也没有被骗呢、啊，对啊，マユシ。马尤喜根本就没有用时光机，马尤喜根本就来当人质而已。そうだったな。お前は自分からこのラボに来たのだった。哎呦，你自己来到这个研究所的。记得那时候他是自己找上门的。想想那时候对我来说，他的出现好像女神一样，真的女神啊！马尤喜，马尤喜就是女神。オカリン。オカリン，怎么了？オカリンは。これからもマユシーのこと
人質に。